年关将近，婆婆妈妈来到年货大街采买过年商品，但回到家还得面对大扫除之关。家中的这些东西让主妇们觉得清扫起来最棘手。冰箱、微波炉、那个抽油烟机、沾油污的地方呀，就是瓦斯炉这一种，对，上面的那个抽油烟机，最困扰啊，就要去买很多那种洗剂呀来处理。随着环保意识抬头，清洁用品越天然，民众越放心。知道有点脏脏的，我们先把它铺上来哈，先铺上来。喷一下顽强污垢，三两下说拜拜。家事达人教大家简单做出环保清洁剂，无论是微波炉或是电冰箱的开关胶条，都能靠它变干净。一般我们这个橘子皮的清洁剂哈，我们通常会比较用到是重油污的部分哈，所以厨房的方面的清洁是比较最轻松的，最适合的。尤其是像我们的排油烟机哈，我们的油网，还有我们的厨房炒菜瓦斯炉前面的墙壁面哈，其实都非常适合用到我们的橘子皮的清洁剂。告别杂乱冰箱，把菜分类方便拿，食物不超过八分满才能让冷空气循环，提升冷藏效率。只要利用简单小秘诀，过年也能轻松打扫没负担。大家新闻范秀怡、简元吉台北报道。好，也是很有。